今天是2013年12月31日，现在是早上8:30，气温是-8°，天空正飘着小小的雪。今年的雪下的有够多了，大概又创新的记录。下雪的时候很美，因为刚刚下来的雪都是白色的，还没有地面没有处理，没有清除，所以都是干干净净的白雪。虽然是-8°，可是并不会感到冷，因为没有风，有风那就大不同了。住在北国加拿大24年了，这种下雪天、冰天雪地已经习以为常。没有住过加拿大，你不晓得这个有多美。很多人都问，不冷吗？的确，下雪不冷，一点都不冷，反而很舒服，空气很清新。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多伦多的北郊，雪比南方稍微多了一点。敬祝大家2014年新年快乐。拜拜，2013。Welcome 2014。